头一个要入来，伊拄啊伫迄路口遐，有一间，较早伊有一间迄落做修理奥多麦、修理汽车的一间唔正店啊。唔正店啊，就是一小小间啊，伫啊咧，伫啊咧生活。啊，结果伊就是六千日拍迄条路过，就是头一关，就是伊对伊先甲忘掉去啦。啊，伊就迄间吼，迄间怎啊用迄间伊，甲伊叫伊吼，伊叫伊迁走吼，啊，好处予伊啦，好处多多啦。嘿，安尼就是伊头一个要讲起来要讲。头一个出卖三姓村的，就是柯春生了。嗯，我会使安尼讲一下，会使安尼甲讲一下。喂，哎，哦，为着拍一条路，我安尼吼，实在是劳心苦钱啦。一条为着要拍一条路过，啊咧，迄阵强制执行吼，嗯，要强制执行吼。好，啊咧，我就去问那个去。声音是不是听不太清楚啊？讲好嘴噶。落尾搁去甲共好甲迄个管政府执行，甲讲吼，卖强制执行，强制执行落去吼，你就是一寡优惠吼，拢无去啦。哦，啊，咱村长你袂，徛算讲迄条命令，嘿，优惠拢，你若强制执行落去，就是，算讲命令，你一定爱做的嘛。嘿，一定要做，伊就是安尼。你就无通改，你就无通改，搁补偿迄个，嘿啦，无啦，嘿。啊，我就想办法啦，动动脑筋咯。为了这个村民要让因会当得到迄个补偿，啊，得到迄优惠的补偿，我就去做一张迄个告起来，写一张同意书起来。写一张同意书，讲，譬如讲到今天是几号吼，啊，我就十日前的。同意书已经写好啊，十日前我就甲同意书，我同意讲村民已经同意要让你做啊，我村长嘛伫遐，当因啊伫遐，村民嘛当因啊伫遐，拢当伫迄个迄张定情书内底，安尼藏的，安尼甲送互因，送互县政府边，你搁讲这证明，我嘛提出来，我讲。我村民拢同意啊！我那你都唔免强制执行，你爱优惠，你还是照常爱付。你看，即款嘞，你看，我们做一个哈地方的那个地方的首长，你就是要去关心地方的那个老百姓啊。对，你看，咱做个安尼，啊嘛是真可怜呐。嘛是真可怜，你知道？不过你当真有效嘛吼？啊，一波有效嘛吼？你的同意书，同意书有效嘛？对不？有效，哎，有效。啊，那个已经47分了。等一下，我再拿。先过去。那就是什么？那个法律旁，爱懂得真正的，吼。啊，是我迄届就是上艰苦，就是我另外迄届。拄啊要起83年，83年，最，最那个。所以当初应该是警处为主，无得控警的拢警处嘛，对吧？嗯，还是控警的上多，控警佫上多。是哦，你当初嘛是有控警，对吧？等下我边头讲了，边头迄个，他边头讲迄个历史迄个，哦，迄阵哦，我。会使讲，吼，啊，袂要紧啦，我就感觉讲我感问心愧吼，就是非常那个荣幸啦。我嘛感觉讲吼，安尼我一世人吼，啊，感觉讲安尼非常光荣，非常的光荣，就是就做一些有意义的那个这个事情吼，啊，感觉足安慰的安尼。对啦。诶，我是感觉安尼。我是听人讲，迄阵你嘛无出来选，是人讲要互你做安尼，对无？嘿啊！啊，迄差不多20年前嘛。迄当初是拢嘛，哎，拢嘛人推荐啦，人推荐啦，较早拢无好推荐，20年前嘛。哎，是啊，差不多20年前嘛，刚好83年嘛。嘿。啊，83年以前吼，就是。
民国79年，80年，民国75年，我就参与地方的一寡在关心地方的一寡代志，我都有去深入啊，75年啦。要讲起来，我75年，我有印象。咱即马就对这条一路道路，要过啊遐，要迄个学校遐咧。嘿，对，过过才完啦。嘿，嘿。你学校这起好无一档哦，较无一档对。有啊，有，超过已经开始咯，开始哦。而且一学期尔。一学期啦，一学期啊，就发生遐看发现咧。哎，小朋友哦，哇，身体拢过有问题哇，我真过紧走。囡仔呢？这实在是足可怜的啦，啊，这是足可恶。要讲起来，迄个柯春生，老爷是伊啦，老爷是伊答应的吼，足可恶的。是啊，可恶。但是嘛，无法啊。嗯。要提有啥物办法？搁起来呀。这条就是一路生活圈一号道路。是东雅路嘛，对吧？一号道路，这条已经通到那条61的了。哦，通到61的，要上彰化。对。还佫通落袂了，佫通到78，通到嘉义迄台南迄边过了。啊，什么要佫过？会当佫通到？要做到那边哦，做哪来那边过，也搁较好。这台树要挖了无？伊要挖了，伊要挖了。长庚医院吼，一寡医生较无啥，迄落很牛的医生较无来。是吗？以前较有吗？嗯。就这条路直直行嘛，对不？好好，伫遐行嘛。还到一只。就这条。还到一只呢。这边是林务所，林务所。这边、那边、边，伫伊的对面，那边过车对面过遐，林务所。小心，干嘛好好去？啊，搞一只新搞。新疆新打的那个，还是？来，我下车再打，怎么样就可以？因为刚好是学校已经到了。他下车再打。加我停在路边啊嘞。到了是不是？学校。你只要晒你呗。晒吗？会使晒咧，晒伊只门拢关咧，啊！即摆咱就爱从第一边出来。很新诶。高处分校咧。是啊。你嘛是，阮嘛是，阮诶村落诶一个学校啊。